卖甘者言，刘基。行有卖果者，善藏甘，涉寒暑不愧，出之叶然，欲至而金色，剖其中，甘若败絮。余怪而问之曰：若所事于人者，将以石鞭豆奉祭祀供宾客乎？将炫外以获于谷乎？甚以哉为妻也。卖者笑曰：吾业事有年矣，吾赖事已似无屈，吾受之人取之，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？是之为妻者不寡矣，而独我也乎？吾子谓之私也。今夫配虎符作高鼻者，光光乎甘城之巨也，果能受孙吴之略也？俄大官托长身者，昂昂乎庙堂之气也，果能见衣高之业也？道起而不知欲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利坚而不知进，法度而不知礼，作迷廪素而不知耻。观其坐高堂，骑大马，嘴唇里而卧肥仙者，孰不巍巍乎可畏，赫赫乎可象也？有何往而不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也哉？今子视之不察，而以察无干，于默默无以应，退而思其言，类东方生古积之流，岂其愤世及邪者也，而托于干以讽也？